白虾沙发锅，来沙发上面吃白虾，白虾沙发锅，来沙发白虾，白虾，白虾白虾白虾，白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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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
工商哦，啊，所以你的通工就是会当来，猛来猛来吼，哎呀，会当猛来，我是想要绿色的心啊。啊，没有，那时候觉得太贵，没有买。看到？被海产了。海产今天无呢？你敢有要食这？这蟹管肉啊，叫人去看。这炒菜就好啊，吼，你会当炒菜啊，炒花枝、炒虾仁、炒白杂啊，拢会当炒。哦，来，你果冻搁摕一盖来无？台湾龙虾哦。来，你要食蟹款，那咱别个领导，咱若比如讲哦，简单，今仔要煮三四样料理，你连高丽菜拢会当个炒菜，拢有下味，哦，这万能的啦，万能的啦，哈、哦，来，一样加几包，一样加三包，好不好？一样加三包，敢好？这三包卖了，你开三包开鱼啊，我唔免啦，来三个加钱就好啦，你统统起来嘛，统统起来，一包够你四包啊，三个人加先加钱先赢两包了，来两百块，平个大大只，哎，这真正万能的啊，你要炒菜嘛好食啊。两包有人要吃无？两百块蟹，蟹管肉够人要啊？两百块，拢有啊吼，都有了吼，来谢谢。来，来，然后你帮我收一下无？啊，这你若要吃啥，拢爱讲桌顶看的介意，拢会当点哦吼。来，另外搁画一个果冻好无？这果冻最后一箱啊，下一箱，寄予囡仔，寄予孙仔吃。咱若无你吃果冻，咱会当送互厝边头尾吃。一斤讲偌济？九十块，唔免二十了，来二十块了，二十块了，来二十块了，二十块果冻二十了，二十块，二十块了，二十了，来开二十块了，二十块，二十了，二十二十，二十块二十块，二十块二十块。拢有啊吼，几个？来五个，我家己用好啊，头一个我家己挂了好啊，你去跟你用看了，来谢谢，来，来迄、那个，来我跟你讲吼，来我甲恁卖一个哦，卖一下这好不？来，你看有啥物无卖先来，哦来，啊这我跟你讲吼，你敢有人要食这個？这叫狮子头的白菜肉。这鼎你当然用，我小甲搅拌，吼搅蛋粉啥物拢有适合，吼、哦。这一鼎我好煮好鱼啊，白两鼎煮好五啊人。这一鼎几斤？两斤，吼、哦，两斤啊，两斤加两斤几斤？四斤啊。我四斤的迄落啦，吼，狮子头白菜。这内底一包拢有五粒的狮子头，这每一粒拢甲你卤过足香的吼、哦。来，先给你后壁了。这两鼎我用上俗的介绍表哩，啊，互恁当然用我小用我吃，吼、哦，用我囡仔吃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人去。要吃狮子头白菜肉，用我烧，拢唔免经过啥物料理啊，你著甲用我烧就做好食啊，卖互你开八百、七百、六百，全部拢唔免哦，两百了，来两百块，狮子头白菜肉两百块了啊，来两百块了啊，来两百块了，狮子头白菜肉，这口味要求好食，这我袂解好食哦，两百块了啊，来最后两个两百了，没有了，拢无啊嘛，台下起起来了啊，来。你就剩这四包啊，啊这，迄张袋，伊这狮子头的白菜肉，伊的汤头甲伊的料哦，这间工厂无简单做这个口味，啊，互我卖几年粽的人客拢卖熟，你试吃看嘛，一百了，来试吃看嘛，一百了，来你买袂过像大哥安尼买一包试吃看嘛，一百块，一百了，安尼无啊，试的无啊，你买两个嘛，无啊，安尼是有啊无？都没啊，都没有啊，没三个。哎，啊，这钱呢？无啊，啊，你无啊，无啊，歹势，歹势，歹势。来，过来讲些什么？啊，这钱呢？无歹。哎，你敢有食虾？啊，拄仔一个人过来，甲我买迄个广式瘦肉粥，买一箱啊。伊会卖过下里啊？伊等下来摸，啊，靠，要底下啦，底下，伊拄仔底下买一箱个底下啦。伊搁甲我买龙文鸡啊。有个人就是爱食虾，有个人无欢不散啦吼。你无食虾，咪都无啊。这是会咸的，啊！你若要食无咸，我冇炸无咸的，吼、哦，迄是用豆鱼汤的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包是咸的，我是甲伊讲，这袂作咸，这小辣，我有甲问伊讲，伊拢带冰食起来，伊本身，吼、哦，本身拢配酒啦，吼、哦，来，这一包百五，两包三包，这咱台中的鸡脚冻的意思，这大包的哦，小块咸咸啊，吼、哦，百五加百五偌济？三百。我跟你讲哦，一个人加四包冻的，好不好？一人加四包，
你怎个拢退兵吃吃就足好吃啊哈！这四包卖三包卖五包，我就剩这只全部拢无啊，两百了，来两百块了，来椒麻鸭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，这退兵口味真有够赞的啊！来两百了啊，来两百块上面就椒麻鸭掌，哦，伊也都来买两份啊，来两百，人要吃无？这那台中的鸡脚冻开下给我者，两百拢有啊，吼，够人唔捌买过啊无？你试吃看卖一百了好不好？你唔捌买过买两百，等我试吃看卖一百块，试试看看一百块了，拢有啊啦，好，谢谢。你若要吃鲑鱼、鳕鱼，拢爱讲哦。鲑鱼甲鳕鱼拢爱讲，我要食鲑鱼甲鳕鱼。啊，来，阿叔，你有啥物物件无？恁敢有要食啥？这叫奶黄包，这内底吼，你甲吹个箱，甲八哦几个里面都是馅料哦吼。来，这一包十粒，我好吹色个，吹色个，一粒十五，十粒百五，百五加百五偌济？我买一送一啊，两包总计啊，一百五十粒。奶黄包百五块了，一百五十个，百五了，两个啊，是嘞，来，百五了，好无？我加一包了，百五块买来无？奶黄包。这吹吹，我今仔做早餐，免请怎做啊？百五块买来无？有啊吼，收起来，来收起来，来，迄、那个来，好好好，起起来，迄是上下底啊，迄叫阿凤客，叫阿凤客，伊要食迄个。哦，好好好，来，阿叔啊，你小笼汤包我袂卖，好不好？来，肉骨茶蛋来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迄种毛病，我想要卖这些，哎，来。欸，你敢有当我来无买着毛肚？春节恁买买毛肚有要食无？春节恁买买，这上好食上俗的啊！这，这退兵食食了啊，三百五百免啦，来一百了。来毛肚上面食一百块，一百块送你，一百块。来毛肚内面啊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。一百块毛肚一百块了，谢谢。来要不要一百？收钱。来三百了，一百了。来一百，刚够要食毛肚。来者。来一百了。来。准备啊。一百了。先买落我知啊。一百块买来无？来这边。来啦！来，我继续包，包几盒，我来处理。阿姐，你等下去边。好，来。诶，恁敢有要食小笼汤包？我的小笼汤包真正你甲吹哦，烧贵个啦，这拢百只，你会当食看卖？你看我小笼汤包卖了偌好，你会当试食看卖？真正无好笑。一包五十粒，三百五百六免啦，一百五十粒。来边台啊！来百五粒小笼汤包，百五块。四个。听下讲，来边椒仔有无？那就是小红条，你要四个嘛？好，一一小红汤包，有没有？最后一箱货哈。哪一箱？来，我一天拢卖二十包固定的啦哈，固定的啦哈，来。我这两个啊。好好好，百五了，这小红汤包，这吹吹用我烧的，做好起来哈，来。来，多谢你。好，谢谢你。来。来一箱啊。这，您啊，唐扬鸡腿块可以啊，提下坐起来啊，我一家都要处理。哎，您现场敢有无食牛肉的无？你若无食牛肉，你卖免一箱哦。别讲，伊这是红烧牛腩哦，这内底拢牛肉夹哦，这当然用我小真正要求好食，你甲加一块蛋黄入面，哦，你甲素落去食 ，OK 无？一个迄落两包的哦。这个啊煮好了吼，较早行情头是几啊五几啊，是即马一包三百几块，因牛肉起价的关系啦吼。啊，这有汤挂挂牛肉，啊一样加两鼎汤尔吼。啊，这两鼎要卖偌济？要卖五百，卖四百，卖袂行，全部四个先加钱先赢，开两百了，来两百块红烧牛腩两百块，来两百块红烧牛腩，这用我烧了啊，来两百了啊，两百块，两百块了，两百了，拢有啊吼，来谢谢。啊，这你要吃这唐扬鸡哦？一包用龟背龟的鸡腿包来做，来，你认这认这品牌，龟包鸡腿包，当个季节了，龟用鸡腿的包吃。我那季也是我的老主顾，几乎逐礼拜来，吼，你对面保证卖唔对啦，好不好？一包四双，卖讲我你开五百，先加钱的先赢，四百了。四百对。一包搁送你啊，四百了。来四百上面吃唐扬鸡腿块，四百块了啊。你两百买过去吃，看卖开两百了。来边来两百块，试试看两百块。一个不爱弄啊嘛，两包有哪么试吃哦？两百块，规包鸡腿肉，拜托的人家，卖搁食清明肉，真的啦，食只鸡腿肉啦，拜托的啦，两百了，两百块了啊，来收起，来，阿芳，你要杀袂钱哦，去杀迄啰上下底，我无画过物件，卖一直重复遐画过一条啊，我看咧造成我足大个困扰，哎，拢摸去摸上下底物件哇，到人要食鲑鱼下包。您感觉这个我叫这个品质，您看安尼会淡无？这过一下吧，这等下你凊彩甲真正的内蒙甲出来，你甲食看嘛。
来，什么钱也免五百，你钱用我，我你当然可以。三百给我就好，来三百块上面写三百块，过一下吧。哎，这等个清仓整整的了吧，清仓整整的了吧。哎，来三百了吧，三百块了。来三百上面写下八三百块了。这拢是本料，你的规格啊啦，真正无解好写，我当作菜鸡啊介绍袂好恁尔。三百上面写三百块了，阿叔你几个？老钱哦，是啊，你几个？来三百上面写过一下吧，三百了。您注意听啊。这里也是特别啊，你随时过来用我保险啊。哦，真正啊，那个人家伫遐徛伫遐，紫色迄个你甲问啊，伊一家人进前拢甲我买一箱啊，你甲问我我有好写无？我讲话袂讲白贼啦，我就是看伊伫遮，我唔才坐这徛话，对。哎呀，你相信我一家啦，咱卖无代无钱买一箱当去食啦。物件信用无够遐，你要买一箱，叫恁恁嘛无啊，敢是安尼？恁食看卖啊，真真诶尔，嘿，胡椒柠檬甲用下落啊，这餐厅干咧基本料理嘛。边啊路边，咱行起才免一千哦，唔免啦，规盘你加上三百落下来落啊。三百块啊，一堆拢我哩个，来过一下包上面一个三百落，来最后搁招一个好无？过一下包三百，三百要食过一下包哦，真正好食，真正好食。来谢谢。收起来，扛票。来，扛票。啊，那一边啥？七块给个，七块对。来，变嘞。啊？七块四粒啊。四粒的，几粒几粒的啊？还是七块？小七块。七块。糖羊鸡腿块啊！糖羊鸡腿块啊！糖羊鸡腿块，你要两包呀？四包收到啦，四包收到啦。来啊，多少给过呀？一包五。放完上面去啊，乌猪肉啊，三百几啊，五收起来，两包啊，两包了，好啦，黑猪肉放完了，两百块啊，来两包上面吃乌猪肉放完，拢无啊，过来要吃乌猪肉放完无？